是来自吉林长春一名夜场的二人转演员崔大笨。东北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你这个演员，我会给你酒，酒上面会插钱啊。但有一些属于耍戏演员，他拿20瓶啤酒，一瓶砸200，插4000块钱倒喝。你真的是有那个本事让观众笑。这次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，我把我的搭档也是我媳妇儿也请来了。好，这位就是啊，名字也非常好听，叫红豆。其实这次来呢，不想带我媳妇儿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了，怀孕已经3个多月了。因为初赛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老公没有发挥好，到复赛我觉得我应该亲自过来给他压压阵。你这媳妇儿多好。我唯一对他担心就是有时候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。加油！那这次表演呢，我们就表演的不是二人转了。为什么说不是二人转呢？就是这一个人，这两个人，还有我俩的宝宝，应该是三人转。是的。有请崔大笨。今天非常高兴，非常快乐的来到这里啊！给我鼓掌的，我谢谢你们；鼓掌的，我爱你们。掌声不热烈，告辞。回来。其实这次来我非常开心，特别是我要说说我鹏哥，我大鹏哥。上次来请我吃麻辣烫，但这次他没有，他请我吃的是韭菜盒子。啊，一进屋就喊：“老太太，给我来俩韭菜盒子。你家韭菜盒子啥馅的？”当时老太太有点懵了，告辞。吃了2个韭菜盒子，我说哥，我有点没吃饱。说走，哥领你吃大餐，领我吃拉面。一进屋还是那么能装，往那一站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拉一碗。当时老板娘都懵了，全是一个老板娘，老板娘和那个卖韭菜盒的连锁店。给我拉一碗，老板娘分粗的细的。我鹏哥更有意思，老板娘，只要是你拉的，我都愿意吃。老板娘给我俩一人上了一碗面，我俩正在吃面呢，发现底下有条大狼狗。狼狗蹲在底下看着我，当时我鹏哥脾气不好，老板娘滚！你家什么狗？客人在这吃饭，他底下伸个大舌头看着我吃，我哪有食欲？老板娘颠颠就来了，一瞅扑哧还笑了，对不起大哥，你俩使那碗是搭的。生气，上台给我打电话跟我显摆，笨呐，哥提车了。上天拉着媳妇儿老丈母娘啊上高速了，被交警给截了，打个立正。先生你好，你是33333辆路过我们高速公路，你中奖了耶。你中5万块钱，不少记者采访的。先生你中这5万块钱想干点啥？说那我必须干点有意义的事儿，我准备先考个驾驶证。就是可以。你无证驾驶，把钱给我拿回来。把钱收回来了。媳妇儿下来说句话，哎呀警察叔叔，你把那钱给我们吧，我老公喝酒了。哎呀，无证驾驶，酒后驾车，手铐子叭就给铐着了。老丈母娘下来说句话，该偷的车犯事了吧。好了，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，来点开心的事。就我今天不是我一个人来战斗啊，我把我搭档也请来了。就我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那个我还是那个二人转演员，我叫崔大笨啊，这个不是别人，台上我的搭档叫红豆，是的，台上是我的搭档，台下呢是我媳妇儿。谁是你媳妇儿啊？你是我媳妇儿。我告诉你啊。咋的？我这一朵鲜花能插你这牛粪上吗？你是啥？我是一朵鲜花啊。你是鲜花啊？你要是鲜花啊，牛都不拉屎了。你给我起来，起来。这么烦人呢。再说了啊，咱俩是两口子，你肚子里边已经有了我的骨肉。
谁说我肚子里怀的是你孩子呀？真是我肚子里孩子生出来，说什么都不能像你。我告诉你，不像我，不能像你。凭什么不像我？因为你智商低呀。我智商低？对呀。好，我考你个基本的脑筋急转弯。好，忘情水是谁给的？刘德华吗？那是刘德华唱的。那是啊哈给的。啊哈。哦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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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啊哈，给的水。啊哈，啊哈是谁呀？啊哈，你不认识啊？你认识啊？啊哈，你不认识？我不认识。啊哈，这个人就是娘。啊哈，是你妈，你都不认识。你如果再给我出一道题的话，如果我答不上，我才能同意让孩子像你。说话算数，算数。五月初五什么日子？端午节。吃什么？吃粽子。纪念谁？伟大诗人屈原。五月初五，屈原老师去世了。对。五月十二什么节日？你知道啊？屈原烧头七。啊，头七。五月十九什么节日？屈原十二期一天。滚！你要知道你就说，不知道你就，那是我生日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崔大笨，祝你们两口子孩子像我一样帅。真怀了是怀了吗？就怀了怀了，现在已经四个多月，将近四个月，将近四个月。是的，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吧，原本都不是特别看好的，就是在初赛的时候，今天所有的节目都比初赛强。好看，你们这个真好看。丹丹姐，您到底看好谁呀、啊？这每一个我现在全乱了。原本我不太看好了，过去好几个了。我觉得你有机会可以当演员，他有一种演员的神经级的那种感觉。神经质是，对啊，对啊，神经质，上海话怎么说？神经病啊！现场的媒体评审以及大众评审，如果你们喜欢崔大笨的表演，请投票。到底崔大笨能否撼动杨凌霞目前的位置呢？请揭晓。哇！345票，目前现场的最高票数，我们恭喜崔大笨，恭喜！老公去看。不管是男是女，我都行。健康，就是我俩一直对对对他行。